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你跟何群交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何群的订婚是场骗局吧？好啦，我老实说，我跟何群一见钟情，我跟陈小诗就是一见钟情。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错了，你不相信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是事实。陈小诗，你还来啊？你是不是送错人了？我怕人家说你劈腿啊！哎，真瞎！你都见何群了，你还在找阿哲干嘛？看来啊，他真的是急需要关怀跟辅导，才能走到爱情的真谛吧。陈小诗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现在应该送便当给你未婚夫才对吧？阿哲学长，我说过，帮你做便当会让我有幸福的感觉，所以我会不断的做，也希望。你可以吃一次我的便当，也许你对我会有不同的看法。你是认真的？陈小诗，你跟何群是假的吧？不然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连续三年送便当给我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我也说过，不管你怎么做，我都不会接受你。你别开玩笑了。你到底喜欢谁啊？你已经是何群的未婚妻了，你为什么要送便当给阿哲？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你跟何群交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何群的订婚是场骗局吧？喂，陈小诗，你就说实话啊！你陈小诗，你说啊，说啊，说嘛！好啦，我老实说，我跟何群一见钟情，我跟陈小诗就是一见钟情，有什么好怀疑？阿勋，如果你对陈小诗真的是一见钟情的话，那我祝福你们。但如果你是因为我离开你而故意这么做，我会替陈小诗抱不平，因为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。所以，请你说实话。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！我是真的喜欢陈小诗，真的要跟她订婚，会照顾她一辈子，这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了解你，阿勋。我知道你不可能就这样喜欢一个女孩子的，我不相信。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错了，你不相信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是事实。走，去你家。
么要让我介入你们三人之间？你、瑞塔、阿哲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喜欢的是阿哲学长，却要在他面前扮演你的未婚妻。现在大家都以为我陈小诗用情不专，喜欢弟弟还跟哥哥在一起。我虽然不是很聪明，可是我也没有笨到没有感觉啊。不管再平凡、再卑微的人，也是有泪啊，也会为爱而痛啊。我很抱歉。抱歉有什么用啊？上次被你撞到，不小心被你亲到就算了，可是这次是我真正的初吻呢，又被你夺走。还我初吻来。怎么还啊？不然我戴上阿哲的面具再吻你一次。不要，好恶心。搞不懂你们女生一下子哭一下子笑的，搞不懂。去微笑帕萨。好啊，既然是真的，你就再把它带回来给我看嘛。带就带啊，我就带回来给你看。给我看啊！你刚才说要去我家，你不可以黄牛哦。天气都放晴了啊，小伙子啊，哥，干嘛？你今天会不会惦你妈妈？废话，这不是每天都要做的事吗？哎，陈小诗，你真的很无聊哎，浪费电话钱。伊来需要姨妈塞。进去坐嘛，里面有冷气，很凉快的啊。那请进，请进。我已经到门口了啦。哦。你来学姨妈塞，大家怎么都站在这边呢？站脚脚后面出出。Hello， 哥。他是我的男朋友，也是我即将替换未婚夫。嗨。你好，我是何群。本人在你面前了，所以现在应该是你陈明本人亲眼看见了吧？你好。你好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哥，你不要紧张啦！你今天在意大利面超人的时候啊，我会在旁边帮你加油。哇，哥哥好开心啊！愿赌服输，快去换，快去换！好了，谢谢。来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未来的孙女婿啊，爷爷我今天会特别的做一道永浴爱河，哎，让你跟小诗一块吃啊。